他妈是浩呆S。早安，我是浩呆。那我现在要去附近吃早餐，超饿的。天气感觉不是很好的样子，没有带雨伞。点了一个牛角面包，还有一杯热咖啡，感觉还不错。可是现在天空有点在飘小雨，希望不会下太大。走吧。先去看看我今天需要买什么咯。 Go。 Finish what you started, darling. Where do we go wrong? Ooh, like me broken heart.
耶，买完了，买了一个可以做笔记的本本，还有沐浴乳，因为家有罐子，所以就买这种的。决定再拿一瓶100%的苹果汁，因为有一个在无印良品打工的朋友跟我说，这个很好喝，很推荐。東京は来てもう1年半に経ちましたけれども、自由が丘はなんと初めて来たんですよ。すっごくいい雰囲気ですね。じゃあ早速回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か。 Go! Everything you said we already knew, more or less. Well, here's something that you didn't know. Two of those special atomic bombs haven't gone off.ラブラブだよね。羨ましいな。Thank you.